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音乐时料。之前我为大家介绍过一首胡彦斌的歌曲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呢？胡彦斌1999年出道后就创作了很多的好听歌曲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那么今天我就来为大家分享几首胡彦斌的歌曲吧。你要的全拿走，歌曲发行于2018年，这首歌曲也被大家称为烫嘴式唱法，很多的明星都来挑战过这首歌曲。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见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，我不必再为你迁就，说一句分手借口，一遍两遍三遍，最后百口莫辩，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。月光歌曲发行于2008年，这首歌曲是动画《秦时明月》的主题曲。这首歌曲朗朗上口，歌曲的韵味十足，让人深陷其中。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？愿望歌曲发行于2006年，这首歌曲看似朗朗上口，但唱起来一点也不好唱。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，每期都会为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。